见字圣境。导游，这边请导游，导游讲解。那功夫在哪里？约好票，没好票，就是预约导游，这边请导游，先预约不买票。导游讲解，这边请导游。对，先请导游。大家好，今天是金池的导游，今天可以请导游。导游讲解。可以，我去。找不到你吗？这么上，您上来了。这是音信电话，听你的电话。喂，请问客人。这边是晋祠的那个导游，这边可以请导游。喂。哎呀，这边到了，你们在那边出个口子，我搁这儿搁哪嘛？你们这不听，跟我出走。啊，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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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你看下来那个，旁边那个，我弄，旁边那个，我就去了。Thank you.
不知道，咱知道，咱肯定，咱肯定不行。三三三片。水镜台没看到。右上角的两位呢是观世音菩萨贴拐的，说明我们净慈呢是一个群仙就会的地方，所以叫群仙就会府。
是阿弥没帮助啊。行了，不照了，我们到下一个地方了，把手机给了吗？下一个啊。快叫妈妈！妈妈！快叫！妈妈！你怎么还不起来啊？我这个雪糕呢？苹果儿。来，再给苹果儿吧，雪糕。你跟着你妈走，不敢往回翻，往回翻更累更晒。就这个手上走，那就走在哪了？就这边下去哈。先救人家，别人做一个来的这种是不是？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往前这样，这样，你那个勾引这样，那就不能大方了。这是补栽的还是对人的破坏？你会了的。
不少的，肯定的。小时候，我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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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是吧？也是行。喝酸奶那就喝酸奶。哎，要洗澡吧，冰棍儿。难不行，难就不行。我跑了特别快。平息他呢以后为天呢陈老大的弟弟就是刚刚说的第四个人之一家常的三院的人陈一天呢小看看看看他家啊！
姐，我上次找桂圆鬼请人立功压咒给他们，然后然后在我拜了拜了。坐车你们给他票好这是哪一站呀、师傅光管啊光管上门上门水上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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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人家还是假你别瞎跑这是两个坐管这个坐管天哪！怎么还走啊？你闭上嘴啊，要不然你下次出来，你别跟我们出来。下次你别跟我们出来啊！慢点儿，慢点儿，坐脚下。
进去导游就有讲解，对，如果进去的话，从这边带导游，然后导游讲解，进次景区导游，对，进去导游就有讲解，对，进次的话，从这边带导游。Thank you.
咱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叫做少古牌坊，对月是明代的牌坊，类似报答月是玄阳，意思是说报答玄阳母亲功德的意思。明代时期有个大孝子叫做高玉，快递听到吗？快递就是偏头饼头头饼，那是什么？咱们剩下的这个是他一条就拿着三百两白布来当的证件，好用妈妈的这个身份证，他的证件格局就朝着一个签，签上就写着四个大字，他妈妈不是在签的，签的一条是什么？他的体内的高玉的体质，高玉是大到都知道不能¡Gracias!
从哪儿？下地方了。
没长下巴。拿出来的话可以。这个有一个彩。刚才这么有名，要半身就行，要半身就行。里面那个皮。不得看看应该是。那不会来主要就带坤和你们对接。嗯，那你搞一个简单的那个，这个，你可以搭那个积木，不是木头。你要学啊？那我又分什么语言？你讲解给我。看着好高，壮，二十米，二十米，看人家在变焦，近视，近焦是，近焦还。我一个焦问题。Thank you.
师说就是变大的都出来了。对，水母。他姓李。我只知道他这个就是水母，这个后面那个等级的水母，下面小样子。他那是为中山医院，在民国灭亡以后呢，他就在这寺庙里面修行。修行期间啊，对心情有好的指导。那么那老呢？你要他们叫上那个弟弟一起。那么在红灯笼里面是王家的祠堂，天下王室出太原，全世界只要你姓王，都叫太原祠堂。把它封住，几驴给他们家。那个他们打架嘛，就在一边被摸倒。
这这样不方便的。给人没必要给他客气。一会儿在那个大门口罩的这个这个看看这个这个这个他将来上来最终他就会体验想我吧老虎啊男老鼠男泉一定会这泉水永远流不尽上你看了吗？对呀。